先看一下吧，中间官方戴帽子的那一位是。有请 winner， 有请乐队获奖。跟大家打个招呼吧，来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 winne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汪德木子阳。大家好，我是玉。怎么今天就你们两个人来了？对，王老师在下面，还有个老温呢。你张弟今天是？对，他在上学，然后对没有办法赶过来。对，为我们这个是我们中国电影行业的储备人才，正在这个充实自己。对，也在经历着像我们电影当中那个大学的青春嘛，是不是？刚才两位看完我们的电影之后，有什么样的一些观后感，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子？就是感觉特别美好，然后想到了我八年前上大学的时候，对，感觉这些很青涩，这些都是我之前的一些可能美好的回忆。OK， 对，感觉这个影片中的故事以或多或少以不同的形式，都出现在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青春之中吧。嗯，包含着可能多少遗憾，多少一些不完美。嗯，但是回头过后去想，再回忆这些事情，想到的都是那份美好，然后那份回忆都留在了心里。对，有遗憾才美好。对对对，没错，有遗憾才美好。这次也是要演唱我们独岛的这个非常经典的这样的一个音乐《一生有你》，当时心里有没有压力要演绎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旋律？对，因为首先就是经典作品嘛，然后在我们这个改编之后，然后又以我们这种换一种方式去演唱这种作品，肯定还是有，就是有压力啊，或者多少是怕自己的情绪传达不到，至少就是传达不到这首歌本来的意思嘛。嗯，就是我们就是比较害怕的地方。对，这些卢导现在就在声音都在听着，听一听卢导跟我们分享分享两个，我们就有音乐吗？星星吧，我们都点亮好不好？对。你梦见天台，我从空气的进来，听风吹着窗外，雨的风感受我的爱。等到老去的一天，你是否在我身边？感情是一谎言，过去慢慢飘散。多少人曾爱过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愿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？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返，可是一生有你我都留在你身边。多少人曾爱过你年轻时的容颜，可是谁愿承受好听吗？就像导演来说，那份。